选举投票率的高低，从来就不是选举制度民主性的指标。衡量选举制度优劣的标准是能否选贤任能。就这次选举来说，最重要是看能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，能否选出有能力的爱国者进入特区管制架构。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有序进行，依法选出90名立法会会员，当选的议员背景多元，构成平衡，充分彰显了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、政治包容性、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，能切实推动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各界别、各阶层利益。事实说明，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民主实践。如果投票率能决定选举合法、民主与否的话，那么请问，如何解释纽约市场选举投票率只有23%，法国地方选举投票率为32%？难道这些地方选举都不合法吗？个别人之所以炒作本次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，是因为他们要质疑新选举制度的民主性、合法性，干预破坏香港宪制秩序。他们的这一伎俩十分可笑，完全是颠倒是非。